好，我是中新社的李秋莹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就是我们上海最大的露天夜市四境夜市。可以看到啊，这里就是这个夜市入口。那跟很多其他地方的夜市不一样，我们这边的特色叫做100元带你吃遍全国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美食吧。那整个这个夜市呢，其实只有150米左右。走完这150米啊，我觉得今天我去了全国各地，我看到了来自我们老家的这个锅包肉，然后还有饭团呢，看到了这个四川的冰粉、新疆的烤串，还有这个最近比较火的这个衢州鸭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这杯柠檬水啊，它贴着无锡的标志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拍一张照片发一个朋友圈，可能很多人认为我今天去了无锡。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宝藏摊位啊，像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个就是这个退伍老兵摊位，他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铁板虾滑。如果大家想要来我们四境夜市玩的话，其实我可以给一个小小的 tips 的，大家可以稍微早一点，比如像现在这种5点多钟的时间来到这里刚刚好，人呢没有那么多，因为如果你7、8点钟来的话，这边人超级多。逛下来这个夜市，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夜市非常的干净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排一排的垃圾桶，其实150米左右，我几乎是每走几步路就能看到一个大型的垃圾桶在。那工作人员也跟我介绍到，这边呢是经过一些改造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入目的环境非常的干净。那每天在这些摊贩营业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这边的物业公司啊会对这里进行一个集中的清理。而且我觉得啊，四境夜市最优秀一点在于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，大家只要坐9号线从四境站下来，就能来到我们四境夜市玩了。那如果大家啊对这个100元吃遍全国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这边来看看四境夜市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美食。